这是什么东西？不了焦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有竞拍？结束是不是？是啊。打完 AZ 就是要打保龄球啊！打保龄球时间。零球打到吃鸡耶！哎，吃鸡是第一次是不是？我第一次打保龄球打到吃鸡，吃起来耶。爹地年轻的时候有打过五只鸡，根本开外挂。这么多人的是不是？不要第十五道就得罪了。我觉得我电脑主机的风扇有点吵，我要来改装一下。它螺丝的，螺丝起子。有啊，就是那个比较高频的。那是零，虽然早就讨厌。拆掉。没有。不要。哪一条线？信号。啊，这个。对。笑笑，结束今天的换风扇。